今天所有表演的队伍都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目中喜欢的组别了呢？啊，好多哦！怎么办？我只有一张票，可是我想投给全部的组。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把一张票分成很多张票，然后去投给他们。无限复制，对对对。好，那我们看完我们精彩的演出了之后呢，我们稍微给评审一些时间。那待会我们就请我们的三位评审一起上台来帮我们轮流讲评哦。那在这个同时呢，大家也记得要把你们的小卡片写上你们喜欢的队伍，然后投到我们的大会服务处的票选箱。然后我们要在两点之前就是结束这个动作，不然两点之后就不算计票咯。把握投票时间哦，要选最喜欢心中最喜欢的哪一组呀？好，看来大家跟评审们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你们欢迎，热烈欢迎我们的三位评审一起上台来为我们做个总奖评好吗？谢谢。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白鹿儿、诗诗阳，还有我们的青花明。好的，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白鹿儿跟诗诗阳上台。我们这边请哦，谢谢。哇，看到了全身，我刚刚在台上只有看到他们的上半身，好开心啊！好，我们有请我们的白鹿儿先行。然后我们站在前面，两个人在这里欣赏。因为太阳太大，大家都会不自觉往后退。不好意思。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白鹿儿来稍微为我们所有的组别讲个小讲评一下。喂，好，大家好，我是白鹿儿。今天是掌声呢，你们的掌声呢？你好。今天很多组别都非常用心的表演。表演他那个，然后衣服都有非常有巧思，换衣服超快。然后还有那个最后倒数第二组的那个真摔，他那个我真的吓到了，非常厉害。嗨，那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组别呢？在服装上面？你是说很帅气的 Moon Town 吗？有有，他们那一组服装就是看比较精致，精致是因为有按照他们每个角色的个性上面去做设计。对，原来如此。那我们的就是昂昂呢？好，那先跟各位参赛者们说辛苦了，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就是有时候有太阳，有时候没太阳。没太阳的时候很冷，有太阳的时候又很热，大家演出真的很辛苦。那我就各组稍微讲评一下。那我们先从单双组的第一组，就决定是你的幽默。那可以看得出来，那支舞有在现场吗？对，那一支舞应该是自己编的。我很喜欢很多在那边，他们在那边的巧思，那包含就是布景的设计等等，很符合就是这个作品。那唯一一点比较可惜的是，就是最后面那个彩丝带、水丝带的部分，在做水之呼吸的部分呢、啊。我觉得可以模拟一下，就是各个不同的呼吸的形式。那还有就是，其实那个丝带或许可能在掌控上本来就比较不好做，因为丝带是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影响，然后加上你们头上有面具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勾到。对，所以丝带的部分反而就是有一点点，反而就是有一点感觉小扣分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你们整体的舞蹈还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喜欢，让我们很惊艳这样子。OK， 好，那再来是第二组我们的阿松。默契有一点点不足，感觉两个人好像有一点点不熟的感觉，包含一些互动的部分啊，或者是像后面的那个那一首什么，就是要互趴在身上之类的，可以感觉说，好像有一点点害羞跟尴尬这样子。对，那不过两者的力道上面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强啊，有一个稍微弱一点点，我觉得这样的互补在舞台上面是很协调的。那表演跟戏感，就是整个戏剧性都有到点，我觉得很不错。尤其是后面像是衣服撕掉的部分，在那里，对对，我觉得很棒。那时候在看你们的影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组让我印象还蛮深刻，我个人很喜欢。那尤其是表情的部分哈，对，就是非常享受在整个演出里面，尤其是后面那一支舞，古今宵宵的时候，对，我还蛮喜欢的。对 ，OK， 好，来再来第三组，在这边，对，那我觉得在动漫的
歌曲里面加入各种不同舞风是一种就是对于动漫的另外一个突破，我觉得很棒。对，那包含把打 call 等等，就是所谓的次文化的通通融合在一起，是一件就是非常有助于推广、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很好。对，好。那后面包含就是整个舞台台风也很稳定这样子。那第五组单双组的第五组，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上来的时候非常的有气势，可是可能舞蹈因为服装的关系受到了影响。对，那在整个舞台表演的部分中呢，我们的服装是也包含在我们的表演里面这样子，所以呢有没有喷妆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这样子。对，是我会看的重点。好，那单双组的最后一组，对，第五组第六组，我写了什么字，等我一下哦。我刚刚是不是跳过第四组了，不好意思。对，第四组是那个 King Yobi。对，第四组的舞蹈动作非常的到点，但我觉得比较可惜是在舞蹈中我们要有说有放，他所有的他有在现场吗？我不知道。好，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跳到了120分，可是这样反而太多了，有时候要收一点，有些动作要收一下。好， OK， 好，那再来第六组，是那个雷姆。那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自信，感觉很紧张哦，稍微压得比较舞台后面。那笑容非常的可爱，但是表演中有时候会有疑惑的表情，可能是对动作比较熟，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不过有勇气他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勇气可嘉了。还是话比较多。好，来再来团体组，我现在讲快一点哈。好，团体组的第一组是我的英雄学员，那就是角色的特色都非常的鲜明，我觉得这样很棒。那这是我觉得是动漫舞蹈结合 cosplay 非常重要的一点，那默契非常的好。所以的所有的力道啊、到点等等、拍点啊，那动作非常的整齐，那有很多非常多小巧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那一个 coser 本身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美宇在跳舞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他都会内八，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为了练舞，就是为了这个角色这样子故意内八的话，我觉得这个巧思非常的棒。那里面的戏剧表演也是非常的有趣，尤其是前面的 King Yobi。 那这一组的 King Yobi 就是力道缩放的非常的稳定，对，该用力的时候用力，该柔的时候柔和这样子。好，那再来是第二组，团体组的第二组。对，那可能是第一次或比较少登台吧，都比较压在舞台的后面。其实在舞台演出最稳当的位置大概是舞台的正中间，然后再稍微前面一点，你可以跟观众互动。太压后其实会感受不到整个舞台的张力，会觉得说你被整个舞台给吃掉了这样子。那再来是麦克风的使用，它比较多就是像偶像类的歌曲，像现在很红的艾娜啊，或者是 A3 啊，或者是 Boroba， 对，各种。大家在拿麦克风假唱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个问题是，你把麦克风当作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就是但是其实把你的麦克风拿得很远，那其实麦克风也是你的道具之一。那有没有办法，即便是假麦，你也要把它融入你的表演之中？那可惜的是，刚刚前面有提到，演出里面的衣服是我们的一部分。我自己在做演出的时候，也包含安全裤的颜色，我都会特别挑过。对，如果你看到一个闪亮亮的 idol 转了一圈，结果里面是一件牛仔裤或者是像阿妈大内裤一样的东西，你就觉得瞬间幻想破灭，会出戏这样子哈。所以里面穿着什么裤子搭配你的服装也很重要。那表情有一点抿嘴哈，在舞台上比较机会会抿嘴，因为感觉出来是很紧张这样子。那 solo 的部分要再更融入一点，就已经是你就是独自 solo 唱歌了。即便你现在觉得你很尴尬，因为你不会唱歌词，你也要表现得非常的 enjoy， 这样就是表演的特色。好，再来是第三组，大家都非常印象深刻的第三组哈。那我只想说，就是看你们的演出非常的享受，因为你们也享受在你们的演出里面，这非常的重要。那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很好，我个人很喜欢。好，再来第四组是三位女孩，也是闪亮亮的女孩。我觉得你们的舞蹈有点一人一派，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风格。那或许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那动作的熟练度很重要。那你们的创意主题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爆裂吧，现实，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棒。可是可惜在后来的舞蹈里面没有再做更多的发挥，就只是单纯的跳完了一支虎视眈眈，是吗？有点忘记了。对，虎视眈眈，其实很
对，就是跳完了一支虎视眈眈，我就觉得哎、欸、很可惜，就是没有迎合前面，或许有点迎合到主题，就是你把面具脱掉，但是后面胸可以看到更多的爆点。那再來一样是服装的问题，就是其中有个表演者手上好像有个绿色的发圈吧？对，因为你们整体的设计是黑色系为主，突然有个绿色的发圈，我觉得还蛮突兀的哈。好，那第五组。啊，第五组对，非常闪亮亮，然后我非常喜欢戏剧演出，我们就是几位评审刚刚都有说被吓到了，对，对，然后我前面还在看的时候，对，我前面在看的时候还觉得说，哎，怎么 center 的表情这么的不稳定，然后还有撞到，后来才发觉原来是戏剧效果，那这个戏剧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我觉得很厉害，嗯，对，那最后的第六组可以看得出来耍刀练得非常的认真。嗯，对，因为那个流畅度是有差别的，然后后面的闪也是。那要比较要提醒一点的是，只要上到了台上就是演出，因为前面有各位一位一位到前面，就是就是做一段自己的 solo， 再退到后面嘛。那有些人退到后面就会开始松懈了。那其实只要在台上，你随时随地就是注意自己有没有挺胸，有没有站直等等之类，或者是手不要在旁边晃来晃去的哈。那因为每一把刀的个性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的表情比较严肃。不过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严肃不代表面无表情。对，就是面无表情的放空跟演出是两件事情。不过整体的舞蹈协调性整齐度也很棒。不过我觉得比较可惜，像舞台剧或者是 idol 系的演出，比较局限于说，他们的演出形式就是这个样子了，有时候没办法再去做更多的突破。对，这样的话是话比较多。那以上是我对于今天所有演出的讲评，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阿郎那么精彩的讲评，那换我们的小花。好，就是真的不容易啊，大家辛苦了。首先在这么阳光普照的一个天气下，其实所有的 coser 都非常的辛苦。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的表演都非常的好，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因为其实站在这个舞台上不容易，我回想起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就是非常紧张。那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舞台呈现，你会越来越有自信。所以不论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或者是说你已经参加很多次了，我觉得大家都要珍惜这个舞台。所以我非常感谢才英文化，那也非常感谢有协助才英文化所有的厂商、所有的协办单位，你们提供了这个舞台，让我们这么多优秀的 cosplayer 在舞台上表演，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所以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主办跟协办。那再来，我们今天是有融入舞蹈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动漫舞蹈哦。所以呢，其实舞蹈再加上动漫，我个人认为是，如果你的表情有融入舞蹈的话，你把角色的情绪带进去的话，那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好的演出。那包含个人，包含团体，个人你展现的是个人的魅力，还有个人的自信心，以及你个人在跳这支舞蹈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的表情放进去。如果你的表情有放进去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呈现就会很棒。那团体的话，当然我们也会，评审也会注重到你们的队形编排，还有你们对于每一个角色的诠释是不是有到位，还有包含就是我个人蛮觉得很惊艳的是，有几组是有对嘴的哦，在就是唱歌的部分当中是有对嘴的，然后动作也都非常的整齐，看得出来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哦再去排练的。那这些呢，当然组别会比较高分。那舞台效果，其实在我们舞台上呢，多半我们平常穿的衣服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一些闪亮亮的一些细节，舞台服装的设计，这个其实是会带给我们舞台上面有加分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跟一般舞蹈大赛不一样的是，我觉得 cosplay 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元素在里头。所以大家如果有在我们舞台上尽情发挥你对这个动漫这个角色的喜爱，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都感受得到。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有现场的观众投票，所以大家的掌声还有大家的这个投票也是很关键的。我们就拭目以待接下来的这个名次啦，大家加油，辛苦了，谢谢你们。哇，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评审的奖评哦，谢谢。那我们请我们的三位评审先去台下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个精彩的活动表演，表演结束之后也会来公布我们这一次比赛的所有成绩。那也再次谢谢我们所有参与。